真的超累。现在的位置在仁寿桥，三个疯子，真的是疯子。这种天气还想起灯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就能走多少算多少。走一个多小时会到乐山桥，我们也是到由波兰山屋前最后的活水源。我帮你拿杖，你先下。我们现在走到天梯了，天梯登山口。传说中会站起来的路，这个垂直度看起来真的蛮惊吓的。大家休息一下，观赏一下天梯。面对的还是得面对，准备要走天梯了。累吗？啊？累吗？还好，开始而已。体力好的人就是不一样。太小了吧。看一下我们很久没有运动的队友，还可以吗？这里看到南湖主峰了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赶。爬山真的是常常被时间追着跑，很难想象等一下午后要变天了，要赶快去扎好营。营地的水塔有水，可是黄黄的。爬了这么久，海拔还不到2800，好陡哦！走了将近6个小时，这一座是推论山，海拔2800。来，这座山要带什么？剑。还有什么？为什么？从登山口到这里一路尾随，超崩溃的。哇，这边看到有波兰了，还有 2.1K。然后左边那个秃秃的是嘉阳山，刚刚突然飘了一点雨，太可怕了。在看那片乌云在哪里，超级曝晒的区域，哇，昏倒。推论山上来这一段
真的好累，好陡哦，好热，水喝超多的。这个第一天直上油波兰不是很容易哦，真的超累，好累啊！体感的累度不是数值能够说出来的。这里视野还不错，我要拉一下。好，应该快到了。啊？我觉得快到了。还没吧？500。终于看到牌牌了。离营地不远了，这个人一直要收集，要收集，好可怜。哎，到嘞，到嘞，山在那啊，而且这里是油波兰山呢，这一个，你看，结果我们还是上来了。12点多，找到油波兰营地。岔路了，真的是很崩溃。哇，那个大剑山很漂亮。很绿。我现在先下去扎营了，以免等一下下雨。好漂亮的草原啊，绿油油的，超梦幻的。这个是油波兰山屋的水塔水池，哇，水超多的。这个是油波兰山屋，小巧可爱。今天大概是爬山有史以来喝最多水的一次，超扯的，差点就要缺水。5罐都喝完呢，超累的。欣赏这个梦幻的大剑山，还有这个是剑南尖山。云雾缥缈，漂亮啊！现在在煮晚餐，现在是凌晨3点半，准备出发去小建。好 ，Go！ 危险地形。走1个小时才到这个不服奇寒山哦，前面真的不好走，很多危险地形。老五营地，大概扎一帐双人帐差不多了。上嘉阳山前的小假山头，外面是雪山西棱，日出了。垂直拉绳的封闭，过得很顺。早上就是从那个右边这一颗是不服奇寒山，哦，翻越了好多好多山头。拉过来啊！那里没路，那里没路，不要过去。那里没路，那里没路，走这里。
超帅的嘉阳山大崩壁，一泻千里啊！下面就大甲溪了，超帅的。耶，嘉阳山，三三一四。过了嘉阳山之后，稍微好走一点点，一直下，一直下。小剑山的石瀑，啊，干抓头，路径。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，就剩一百了，好远啊！耶、yeah, ，到了小剑山。哎、欸，到了，多久了？多久了？打个招呼吧，还可以吗？不行，也不行。那你秒是秒杀。那你坐在这里好不好？坐在这里。到底是谁把这个树？你的宝剑呢？传承给下一个人了。怎么不见呢？传承下去。希望小剑山的各位都有剑可以拿。只有今天有而已。对，因为他们还是要帮我们带下来。最后会回到我手里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动了？我们怎么在地上？摔倒了，摔倒了，没事没事，站起来就好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又再次回到嘉阳山了。后面那个是小剑，超远的。哦，必须要为小剑洗刷冤屈啊！硬的不是他，硬的是这一座。嘉阳山，哎、欸，漂亮！好辛苦的爬升呀，回那个不服齐寒山的路上，超陡的。回到不服齐寒山，超累的。这一座真的是里面最累的一座。有够陡的，步步齐寒山。
终于剩下最后200了，那队友已经快不行了，饿到爆炸，又累又饿，水呢刚好带够，喝到现在刚好全部喝完，想要去上屋痛饮一波了。耶，终于到零 K 了，哇，有点累哦。我们翻越了好几座这个形状的山，大概有4座吧，好累。今天呢去大件，然后就可以下山了。半夜下了一场雨，差点以为要爬不了了。好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现在是5点，前往大件山，快要日出了。今天云层很厚，耶、大剑山，来到大剑山传承到，我们终于登顶大剑山，完成。完成大小件，超好拍的大剑山，拍了40分钟吧，我们要离开了，有点舍不得。舍不得。刚刚给我飘雨，非常漂亮。真的，空拍飞个两趟都给我飘雨，有点害怕。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去了，你看远远那个就是我们住的地方，油泼兰营地，3公里遥远啊。我们队友已经下去了。现在山上没有箭哦，要来的人要自备哦。所以完成我的第60座白月，大剑山，很值得，超开心的。不过爬山这种活动真的是有点累，以后再考虑一下。我们已经离开大剑了。对。才想起来第60座啊，大剑那里。等一下，那只是一个数字，对不对？60座了。对啊，耶、yeah。请问你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下一个目标就是对面，我们看到哪里？尖哥的右边，林平的那个没有名字的番薯。最右边那一颗就是小剑，不像金字塔，
秃秃的，是嘉阳山。哇，看那个嘉阳山跟不服奇寒山中间有超多的山头，五个小山头，就是爬那几个超累的。然后过来这边就是游博览了，是昨天去的。这有个剑南尖山安部有一个活水源，真的？看那么陡，没珊瑚没水。哇哦，这也太陡了吧！这要切多深啊？很深哦，超深。来回好像……那不如自己背水上来。这里真的好美。有些人会第一天去捡大剑，然后回程的时候顺便去取。好想下山吃好吃的，喝个热汤。昨天就在想念热汤了。回到帐篷了，等一下收拾收拾，准备下山，趁下雨前赶快下山。8:50，我们要离开营地了。启程，返回人间，差点摔倒，非常遥远。走，丹屋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要回家喽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现在都几乎是下坡了，那下2000，这是对脚的负担也是很大。再看一眼嘉阳山。太梦幻了，嘉阳山真的超漂亮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终于走完天梯了，还有就剩林道了，好远哦，走到脚很痛。看到这个代表大小剑之旅告一段落啦，结束啦，耶、yeah. ！分享一下这次心得啊，没有心就是很累，第一天呢，如果是背帐篷重装陡上游博览的话，最好抓9到10个小时，不然真的会走到挂掉。真的很陡，我觉得没什么平台。真的超陡的，陡到爆。然后第二天，如果你脚程没有很快，或是像有些人走到心情不好，最好抓12小时。然后第三天，强烈推荐大剑山一定要留超过4个小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超漂亮的。因为太好拍了，时间不够。而且又带了一堆道具。对。拍不完。对。狂拍。啊，这三天天气都还不错。赞，都没遇到下雨。有遇到下雨，但我们都在帐篷里。没错。好啦，就这样结束啦，下个山头见，拜拜。没抽到。你以为啊？你也抽得到？